企业热心公益取之于社会，也用之于社会。我们带您看到台湾知名保险经纪人之一的保险经纪人公司，将公益项目列为企业发展重点，将新唐人获得节目小金钟奖的悠游自在与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小乾坤动画赞助给台南市的三所小学，让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运用，传递汉字文化。接获由保险经纪人公司台南业务中心协理庄淑芬赠送的悠游自在动画，受赠学校校长与主任脸上满是笑容，校方也回赠感谢状，希望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尤其是针对学生教育这一块，我们会更重视。那我们这样子陆续啊，也已经播了好几年，然后拨款，就像这一次也是很高兴新唐人给我们机会，那我们有这样子的管道可以做。保险经纪人公司台南业务中心协理庄淑芬表示，公司每年捐出营业净利的20%，像是今年就资助爽文国中国乐团喜憨儿月饼高雄义卖，这次更捐赠38套悠游自在与小乾坤动画，嘉惠三所学校学生。这套教材就是让小朋友在娱乐中，然后来学习这个中国的文字之美，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先吸引他，然后他才会有动机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对老师的教学帮助也很大。分类有分大自然类的啊，动植物类。那我觉得孩子在使用的时候，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那些字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这一套除了是可以理解这个文字造字的演变过程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教育的素材。学校也特别邀请悠游自在制作人亲自讲解在教学上的应用，传递汉字文化。新唐电视叶喜宏，台湾台南采访报道。